咱的公平奖啊，咱所有咱的乡亲士大啊，大家吼，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也是咱正月半，嘛是咱台湾人咧讲吼，咱讲正月十五啊，就是咱的小过年，就对啊，就是咱的小过年。啊，咱今仔日哇，阮的新大吼，阮的新民情报第一，终于吼，终于又过来咱这个啊，公平奖的上演。啊，每一次啊，来咱这个公平奖的上演，受到咱地方的人士啊，咱的照顾啊，甲咱的爱护啊。今仔阮民政大来讲吼，哇，大家拢来演吼，新正年头啊，今仔日吼，头前要用一个 special 一个 ，special 讲要演予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吼，会看一个无同款的布袋戏，吼，啊，看一个无同款的布袋戏就对。所以呢，首先吼，咱即摆戏吼，咱即摆就要来开始啊，但是要开始，毋是要做铁人男夹啦，铁人男夹小弟咧做足歹看的吼。啊，若要好看，就看咱新大的新大咧演吼，才会好看吼。所以呢，新大讲吼，来个遮，大家拢来个遮，受到咱地方吼的照顾。所以今仔咱算吼，人讲正月是正月半，算第一天的布袋，咱这新年头第一届的演出吼，就演这个大型的布袋戏。啊，佮今仔咱的请出，咱讲非常的亲。偏心嘛，诶，生意就对。好，咱今日车主就是咱的杨周通，还有咱的杨松雄啊。咱两个地主会当讲吼吼，会当讲今日开足侪足侪，因为正月半足大日嘞。伊就讲一定爱今仔日，吼，就是要讲恭祝着咱吼，恭听讲咱两位尊神的圣诞清修。吼，今日会当讲开足侪钱诶。所以呢，嘛希望吼，咱的恭听讲两位尊神啊，生意灵感，神通的功德吼，会来比如咱今日车主大哥啊，杨周通，啊，跟杨松雄。好，今仔呐开偌济，予伊千千万万哦，会当赚倒来哦，千千万万钱就对啊吼。赚到会当讲吼，中连咱的台湾银行都无爱予伊下吼，啊看赚到偌好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吼，啊一个少年人出来要创啥，你知无？我今仔日吼，要短短连吼二十外分的时间啦，要演一个吼，演一个无同款的布袋，这都是 special。而且呢 ，special 演出的过程中吼，二十外分，因为吼。咱人讲新年头，新年头吼，咱若讲摕到红，今年才会大赚钱就对。啊，二十外分内底要演出，搁有要送物件，要送啥？送这個，这叫做2020年开运金币吼，这开运金票。等下你若摕到乡亲时代，再去甲咱共天宫过一领香炉。啊，若今年大赚钱，才会记得请阮新民情报台过来做就对啊。啊，这吼，这讲网络吼，即款好像网络在买有诶，有无？这是咱鸟鼠啊，开运金币吼，啊，等下要哪送，要哪送吼，我甲你讲，我甲阮大个新民情咧做布袋戏，做无同个，做无同个，啥物事吼？只要你若引起我的注意，掌声有够大声，还是讲吼，你的尖叫声有够大声，我就送你，安尼好唔好？这些声拢无人要爱，我就送你。对，你爱咧，对对对，安尼就对啊。要爱这就是安尼就对，我就送，互你大赚钱。新民情报第一哦，哦 ，OK 啦吼，就是安尼才简单，所以等下吼，等下要三零开音机咪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较细声，恁园林的人是上热情的，你哪安尼？我搁问一届，等下吼，咱来哪做啊哪送，三零开音机咪，恁大赚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吼。啊，要演啥？我演这吼，这叫做表演式的布袋，啊，什么叫表演式的布袋吼？阮大听讲吼。讲迄个演布袋戏，演到讲国语就是我啦吼。